我的第一位瑜伽老师是我的母亲周宝香老师。曾经向周老师学习的瑜伽资深人们应该知道周老师的教学有多么严谨。母亲过世之后，很幸运的就在隔年得到美国籍资深艾扬格瑜伽老师 Karen O'Bannon 的关爱，也因此让我在短短的几年间得以一窥艾扬格瑜伽的中心思想及奥秘。随后也从2016年开始接触到艾扬格大师的核心弟子祖宾老师，继续深入这个瑜伽学派的练习。也因为母亲的缘故，自2005年我就跟着印度斯花难陀修道所的上师 Swami Ahidyamananda 学习。这16年来，上师像严父又像慈母，巨细靡遗的以传统印度瑜伽师徒口耳相传的方式教育我，也成就了我的瑜伽修行及教学之路。上师在今年2021五月在印度的医院里往生，悲伤之余，对于上师的教诲一点也不敢忘记。对于这些知识的传承，我个人无以为报，只能继续在瑜伽的道路分享给有缘人，感恩一切。